啊，蒋总统过世了，啊，他的儿子蒋经国没有披麻戴孝，穿的是黑色的中山装。也有人问我，啊，他这是，这是西洋的这个礼啊，黑色的，国家没有治理作用吗？就乱了嘛，啊，乱的时候什么都对吗？什么都可以吗？没有理嘛，啊，那么这个在将来史学家里面去，这一个朝代叫乱世啊，啊，他没有规矩。从前朝代虽然不长的，历史上有他的史。那什么原因呢？他治理作用了，就是说他上轨道了，他的政治上轨道了。没有理由，就是始终还没有上轨道，还在摸索啊。所以下一代的人来写历史的时候，这是乱世啊。中国这一次这个乱，在历史上来讲时间是最长的啊。古时候动乱一般的时候啊，顶多是五年啊，五年国家一定就公布理由啊，全国必须要推行所以你看社会安定，人民的生活没有一样不是建立在礼教的基础上。那佛法是建立在戒律的基础上，这个怎么能疏忽呢？啊，所以戒律要知道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啊。佛在这个经里面讲得太清楚了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！啊，定最浅显的，你求学有目标，有方向啊。现在学书为什么乱了？根没有了，它怎么会不乱呢？啊，古时候学书有根，根是伦理，是道德，是因果，这三个是根。啊，现在根没有了，根没有了，人心是浮动的，他怎么会定下来？啊，有根，他有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。那是道义啊，连当强盗如土匪，你看耶稣说道也有道啊，他也不随便乱杀人的，也不随便抢人的啊，他找哪些人做对象呢？为富不仁，这些是他抢劫的对象。这个人富有，是很仁慈的人啊，肯帮助社会苦难的人，这个盗匪盗贼啊，绝不会伤害他啊。你有钱自私自利啊，别人有苦难的时候一毛不拔，
他对象对你，所以道也有道。哎，也就是哪些人可以抢他，那哪些人不可以？啊，小偷也是，哪些人可以偷他，那是不能偷。他有道啊！啊，现在谁懂啊？啊，如果有这个基础，啊，有这个伦理道德因果的基础，啊，他今天在大学里面，啊，科系很多，他会认真选择一个科系，跟他性情、爱好，啊，这有关系，啊，他选择只要自己欢喜爱好。学习他有兴趣，他会有成就。学成之后，啊，从事这个行业，决定是为社会、为人民服务的。那就不一样啊！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懂得谦卑。他懂得尊重别人，懂得敬爱别人，懂得关怀别人，懂得帮助别人。啊，所以他把道义呀，看得重啊，利害看得很轻啊。啊，社会是安定的，现在颠倒了，现在道义没有了。啊，现在人把利害看得很重。啊，人人都争利，孟子所说的，天下没有太平的日子啊。啊，上下交争利啊。其国为也。那么今天全世界啊，全球交争力，世界为也。这2500年前孟子所说的，看看现在是不是危机，危机重重。啊，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至死人人都想拯救世界，想不出方法啊，束手无策啊！联合国天天开会讨论，搞了30多年，将近40年。一点成效都没有啊！投下去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叫不计其数，你说多可惜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呢？就出在孟子所说的上下交争利，从上到下都把利益摆在第一。这就是今天整个世界出了问题的根本原因。我们要救自己，还想帮助别人，从哪里做起？把利益放下。把仁义找回来，自己有救了。你也真的能帮助别人仁义是什么？仁者爱人，
义者循礼啊，义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符合道理，就叫义。啊，不符合道理，这义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个道理是什么呢？道理就是人。爱人就不能害人呐、啊，害人就没有道理呀、啊。啊，所以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的根，就是父子有亲呐、啊。我们讲的很多啊，就这个亲爱呀、啊，亲爱发扬光大了。啊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讲的，凡是人皆须爱呀、啊，不分国家，不分种族，啊，不分信仰，啊，真诚平等的爱心，这是人呐、啊。啊，有人就有义，人没有了，义当然没有了。啊，怎么样能把仁义找回来？仁义是我们一生做人啊坚守的大原则啊大前提啊，所以他学佛。佛家讲的实善很容易做到，一点都不困难啊！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！啊，佛教到中国来，跟你讲实善业道，立刻就接受啊！一听大家都点头。很有道理啊！仁义是个总纲领，这个十善十条就是它的细目啊！仁义一落实，不就是十善一道吗？啊，那么讲的最微细的，以礼啊，十三经里面的以礼，以礼古人说是周公做的。一般人相信的是周公也是集大臣啊，也是集上古尧舜禹汤啊啊，古圣先王呢是教诲啊，教我们应该怎么过日子啊，怎样跟家人相处啊，怎样跟邻里相处啊，怎样跟相这个乡党相处啊，啊乡党就是我们今天讲社区啊，怎样跟社会大众相处啊，这样的关系啊，这些全都属于戒律。啊，那么佛法更有正上的戒律，那个戒律是，那就是超越世间的，啊，帮助你灵性向上提升。啊，中国儒家所讲的人是一时，啊，一时的教育，
而佛法传过来是三世的教育啊，佛法讲过去生，讲现在，讲来世啊，所以它的范围空间更大了啊。那么佛法讲定，有世间禅定，有出世间禅定啊。世间禅定，所谓四禅八定，这个说法高级的，不是普通的。如没讲到啊，那么儒家所讲的啊，他们也讲啊，这个静、定啊，这个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，是吧？他讲这些啊，这些呢，好像佛法讲的未到定啊，是哪些呢？夜摩天、斗率天。啊，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啊，他们都修定不到位呀，啊，不是没有定的，有一点定功啊，啊，如果真的这个定修成了，啊，佛法里面这个定修成，佛法讲世界。是能够把分别执着真的扶住了，这叫修成啊，并未断掉啊，能够控制住。佛经人讲降伏其心啊，没有断啊，能降伏住，你就能升到欲界上面的四层天啊，真正扶住分别执着，虽然没断，它不起作用，到色界天去了啊，那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，到色界去了，那够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儒家的都在欲界啊，那真正修道道家的啊，中国道教道家的是神仙的，也是这么个道理。如果妄想执着没有扶住啊，道家的仙人呢，也在天道，啊，也在四王天、桃李天，啊，在上去夜魔斗率，啊，大概总是在这几个层次，啊，所以实在讲呢，是比不上古印度。古印度他们能够到色界，到无色界，这是很了不起的啊！通通都是福烦恼没有断呐！啊，这个断烦恼可真不容易啊！啊，佛法教人要断啊。那修的方法呢？先扶后断啊，不断是时间禅定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一定要断了啊！断要靠什么？要靠智慧啊！
定能伏烦恼，不能断。啊，从禅定开智慧了，那就好了。啊，慧一开的时候，叫转烦恼为菩提，烦恼就没有了。烦恼变成什么？烦恼变成智慧了，还原了。诸位要晓得，我们迷了，把智慧变成烦恼啊！真有很深的定功，又把烦恼转变成智慧了，还原了。这烦恼即菩提，菩提即烦恼，迷悟啊，真正觉悟了啊！所以要在这个地方做个大转变呐、啊！啊，转变法是真干呐、啊。他不真干不行啊！啊，怎么真干呢？菩萨六个阶段就是叫你干的。头一个叫你们不是，你真肯学，这是第一关，第一关呢、啊。第二个受法守规矩，持戒；第三个是忍辱。啊，有忍辱才能精进。有精进才能得定，有定才能开慧。你看看到开慧转了，转烦恼成菩提了啊！有次第啊，有方法了。你头一个你不肯写，戒就不能吃啊。六波罗蜜好像六层楼啊，厚厚深于前前啊，又后面可以包括前面，前面不能包括后面啊。你有布施，不见得你有持戒；有持戒，决定有布施啊。有持戒，不一定你有忍辱；有忍辱，一定有布施，有持戒啊。后面包括前面。啊，所以有智慧的话，有般若智慧，前面五个决定有。啊，它有层次，教你怎么做法。啊，最难的一关就是舍。啊，大喜大舍，最难一关就是舍。舍太不容易了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实现啊，你看他舍得干干净净啊。为什么要做这个实现？我们才能体会到他无尽的慈悲也教导我们啊。他叫菩萨学这个六桩事情啊，这些六门功课啊，他自己全做到了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，这个精进禅定般若，他全做到了。啊，他在教你，啊，他告诉你怎么成就的？哎，我就用这个方法成就的，你也用这个方法，你也能成就。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后面这一首偈子，常要称扬一切佛，要是爱好啊，欢喜啊，啊，常是经常不断的从内心里面发出来啊，称赞宣扬一切佛。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现在讲的弘扬佛法，护持佛法啊，弘护正法了啊。弘护正法
把它当作我这一生唯一的目标，唯一的一个方向，那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佛，这是菩萨，这是阿罗汉。别人做不到啊，是这个目标真的是世出世间法没有人能比的啊。所以佛经大年翻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保存它的音译，什么意思呢？尊重不凡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这个意思啊，是可以翻出来的啊，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，一点都不错啊。正觉阿罗汉，正等正觉菩萨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佛。啊，那么此地这个一切佛你就懂得了。啊，一切佛里头究竟圆满佛是佛陀。啊，分正佛是菩萨。相似佛是阿罗汉，阿罗汉是十法界里面四圣这个位次啊，啊，四圣是相似佛，虽没有真正成佛了，很像佛。他非常认真在学习啊，啊，就是无明没有断呐，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妄想啊，这个东西没有断呐，执着断了，分别也在认真努力的在断啊。啊，如果再把这个妄想断掉了，它就变成正等正觉了。妄想习气断掉了，那它就是究竟圆满的，就无上正等正觉了。就常常称赞这个呢，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教学全包括了。所以底下讲圣界圣定殊胜会说得好啊，前面讲界定会啊，这个地方讲讲个神无比殊胜，超越六道了啊。前面讲界定会没超过六道，在六道里面啊，六道里面是什么位呢？啊，天台大师讲观行位，啊，也就是功夫得力了。啊，功夫得力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但是功夫得力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决定的是生凡圣同居土。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之处啊！我们如果没有这一点呢，我们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！要晓得圣界圣定殊胜会啊，我们这一生是决定做不到的，是真的不是假的
啊，我们能做到前面讲的戒定慧就行了。啊，所以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是决定靠得住的。这个是善导大师所讲的“万修万人取”啊。啊，还是要什么？你要真舍。啊，那么这个六度，这是世间人，就是这个观行位的六度了，而不是相似的观行的。我们讲就是六道里面的，出不了六道的。啊，我对于这个世界，明文理呀，五欲六尘，真的能放下，真能够舍弃。啊，能够舍己为人，这是观行位里面的布施。啊，也就是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真有把握。啊，没有障碍。啊，那么持戒，只要把我们常讲的、现在所讲的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》《三规五戒》。就这个做好，决定完成啊！定呢，定是准一啊！我只念阿弥陀佛，只想阿弥陀佛，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我统统放下了，这就是定，定于一尊，定在一个方向，定在一个目标。会是会是你的选择啊！我选择这个门，这个法门，我选择这一部经典，这是智慧啊！啊，选择之后，我一生不改变，无论是在什么环境，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绝无动摇，这算成就了。这最起码的戒定慧啊，这一生当中要知道，这都是智慧了。帮别人是真帮自己，帮自己决定是害了自己，这是智慧啊。舍己为人决定是正确的，是智慧。损人利己决定是错误的，不能忘损。啊，所以决定要懂得，我要帮助别人。啊，帮助别人最殊胜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这上面的一句话。常要称扬一切佛啊！这句话我的解释，诸位你听清楚了，弘护正法啊，弘扬正法，护持正法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啊！弘护正法从哪里开始？从自己做起，这个重要啊！我自己能够依教修行，就是弘护正法。我自己不能修行，劝别人修行，别人修成功了，他成佛了，我还是当凡夫。虽然我对他有恩，他会来帮助我，到什么时候来帮助呢？我的业障消了，他才会来。我业障很重，他一看现在不行，现在没用处，现在要帮助我的时候，我还造的罪业更重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不相信，我不接受，我还要帮佛，还会帮，那造业不是更重了
啊，佛菩萨度化众生呢，他关机呀，他在那看呢，看你根熟了，你善根成熟了。所以善根成熟是什么？你真的能信，真的能解，真的能行，他就来了。我们现在不能说没有善根，善根没熟啊。啊，为什么不相信啊？怎么说不相信呢？三个根没扎稳呢，这就是不相信啊。啊，念这一句佛号啊，又夹杂了，严重的夹杂，严重的中断，这不行啊，不解啊，所以信解没有啊，佛菩萨怎么能来呢？啊，这个道理啊，你不能不懂。啊，真正弘护正法呢，这才是圣戒、圣定、殊胜慧。啊，这是讲戒定慧跟自信相应的，就殊胜。啊，自信里面本来有戒定慧，不是外头来的，称信的。啊，戒定慧一展开，前面不是说吗？啊，清凉大师讲的，你看，总障万恨，三学十戒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戒定慧三个字统统包括了，没有一法漏掉的啊。称信呢，所以圣戒、圣定、殊胜慧啊，在大乘菩萨了，信修不二啊，自然相应啊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转贪嗔痴为戒定慧，贪嗔痴没有。所以最低的层次是阿罗汉啊，三国阿那含还没到这个层次啊，一定是四国阿罗汉以上。啊，才能称圣戒、圣定、殊胜慧啊。那么天台大师他老人家眼里面呢，那还不是真的，相似的，很像佛，很像，不是真佛啊。真佛怎么样？还要向上提升，要把妄想断掉啊，那才是真佛，妄想起心动念，六根戒除，六尘境界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才是真的圣戒、圣定、殊胜慧啊。那是什么呢？化身菩萨了。啊，天台他是这是真佛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通通具足，具足无量法门，有没有分别？没有。分别尚且没有，哪来执着呢？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
这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应化在世间，那就不是凡人了啊。那我们常常讲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样子，他来实现啊，慧能大师是来实现的。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许多祖师大德，佛菩萨才来的啊。啊，近代金宗同学很多人都知道啊，这诸位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看到啊，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才来的，啊，这是最近一个身份被暴露的。那么偶益大师做弥陀经要解做得好啊，印光大师对这本书的赞叹说，即使是阿弥陀佛再来，给弥陀经做个注解，也不能超过其上。那欧耶大师是什么人？欧耶大师身份没暴露，印光法师这个话我们听了之后很自然就想到，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，肯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，要不然不可能啊。啊，不是学净土宗的法师们对印光法师的话有怀疑啊，早年啊，演培法师就这个问题问过我，他说印光法师对这个偶耶大师的赞叹呢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给他老人家说，一点都不过分。印祖对于偶耶大师的赞叹，恰到好处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众生有苦难呢，佛菩萨在世间。要没有佛菩萨在世间，这世间不得了啊！啊，这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。那这些人在世间，他不暴露身份呐、啊，一般人看了也不知道尊重他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凡是说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那是假的，靠不住。那不是真的啊，真的决定不动声色，默默在做啊，帮助这个世间呢化解劫难啊，所以弘护正法了、大乘教里面常讲的
事出世间第一功德，没有比这更殊胜的啊！弘是弘扬啊，弘护都要自己做到啊，戒定慧都要做到。弘如法，护如法，做不到就不如法了啊！不如法，他护持的时候，他得的是世间有漏福报，多半是升天。啊，那么是如法的时候呢，决定生净土，生净土就成佛了。啊，生天是享福啊，福享尽了，还是被业力牵引。啊，所以这些理事我们清楚，我们明白。啊，那我们有智慧来选择，决定不会选六道里面的福报，不干这个事情。啊，真的智慧现前，决定选择净土。啊，真选择净土是决定放下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。我讲的，他决定放下，不要劝的。啊，为什么他智慧开了？他识货了。啊，智慧没有开的时候，他不认识。眼前名闻利养看得很重，往生极乐世界，他还打问号，到底有没有？啊，说来生，来生太遥远了。啊，要眼前的利益。这个就说，这个是没有智慧，啊，依旧在迷味，没觉悟，啊，弘护，你看看我们讲的这桩事情，看看现前的这个社会，多少人在做。啊，盖这些庄严的寺院道场，啊，我们最近也有人呢，看到我们这个道场太小了，也想送个大的道场给我们呢。我想了一想，最后我还是拒绝了，不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道场大了。不容易修行，想来想去，我想的很多。啊，到了很大的庄严，人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，他心就变了，想怎么样来控制，想怎么样来占有，在这个里头搞名闻利养，那岂不是害了？啊，所以想到世尊一生呢，不要道场呢，越想是越有道理，越想这个里面意思越深。啊，他为什么这么做法？啊，他自己要盖个寺院很容易，啊，父亲是国王，用国家来支持他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？啊，盖个皇宫都可以啊。啊，居士长者供养的别墅花园也不要啊，顶多建立这个地方讲一部经，讲完就走路啊，最后原籍在野外，不是在房子里面
那些人那是做给我们看的呀。啊，所以我觉得修行人最好的还是住茅棚。最正确，真有道心。哎，茅棚很简陋，没有人瞧得起。哎，送给人家，人家都不要，这就好。啊，你心是定的，定生慧呀。啊，道场要华丽的时候，心就动了。特别是现代人，你能经得起这个诱惑吗？你能在这个境界里都不动心吗？啊，去想到这个地方，就不能走了。真正修行人呢，越穷越好啊，越苦越好啊。就佛教给我们以戒为师，后头补充一句啊，以苦为师啊，吃不了苦不能干这个事情啊，不能学己为人，不能干这个事情啊，心里面还有权力啊，还有欲望，不能干这个事情啊，这通通要舍干净啊，真舍干净了，弟子皈依展现明，哎，这就是我心里所想的，口里所说的，我一天到晚所做的，你不要学，尽是完全你都做到了。那为什么心善啊，心善、言善、行善，全做到了。是自己本分的事吗？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吧。啊，还用得着人教吗？啊，所以像感应片，像十善业道。都是自信的，本来就做的啊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。幕后这一句，如是为求无上道啊，无上道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。那么在儒家讲，明明德清明，至愚至善呐！啊，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做学问的唯一的一个目标，在大学里头一开头，大学之道。再明明德，再亲民，再知遇之善，这几句话呢，我觉得跟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无上正等正觉是一个意思，讲法不同啊，是一个意思。中国自古以来做学问求什么？求明德。诸位要晓得，明德是自己本有的，明是慧呀。啊，佛讲得清楚啊，啊，你看
六祖所讲的啊，自性本来是清净的，不生不灭，一切具足，本不动摇，能生万法，这都属于德。啊，明是什么呢？明是自性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。那么现在我们本有的智慧没有了，迷了，本有的是德也没有了，都不见了，所以下面加个明，明明德，那个明是动词，底下明德是名词，明德就是发性啊。我们迷失了发性了，再把发性找回来，明明德了。啊，那明德起作用啊，应用呢，那就是清明啊，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，清明就是度众生啊，自性化他了，至于至善啊，至于至善是什么？行菩萨道啊，我们刚才讲的白一点吧，谦卑、尊重、敬爱、关怀、照顾、帮助，利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那就叫至于至善啊！这些东西你通通都做了，你还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善不是至善啊！天天在做的时候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，至善如跟佛没有两样啊！啊，用佛来解如啊，把如也变成佛了。这是佛法殊胜之处。啊，佛讲什么东西都变成佛了，所以是圆人说法无法不圆。圆人是大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